穿着你可以接受吗？好像不太行。啊，真的假的？潮牌出的，然后另外一个，哪一个？日本的潮牌。真的吗？真的，你听了你去查。哦，他生气，好生气哦，激动啊！不喜欢。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其实还在你的脸跟身材。你是如果今天是田舅给我穿棉裤，你会说他什么吗？不会吗？真的。YT 频道克白闹大学日前来到辅仁大学，询问大学生们对于男生 NG 穿搭的想法。都是最近很那个。为什么你会觉得看起来就很臭啊？那我们今天就是来问问看的，男生跟女生这边有板板来，噔噔噔。那我们就来看看呢，今天男生他们到底对这些我们女生觉得不行的穿搭是什么想法？好的，呀、yeah. ，来问问看福大男生女生们。我觉得紧身牛仔裤、卡通 T 还有洞洞鞋。啊？为什么？因为紧身牛仔裤就有点像八加九。哇！等一下，你对八加九有什么意见？超短。为什么会觉得超短裤不行？就是可能太秀他肌肉，或者是就是感觉就有点扭捏，或者真假的？因为我弟弟他是有在健身，他超壮的，所以他穿那个短裤的话，他这边就超肥，但他肌肉线条超美的哦。他穿这个，然后他的裤子就超肥，这可以吗？可以吗？这可以啊。这可以？为什么？请问是看颜值吗？真的太瘦了。但是有肌肉线条显示出他的肌肉线条是可以的，啊，卡通 T 你们可以吗？我不知道刚刚有没有收音，因为他们两个这样倒吸了一口气，他们是叹气耶。卡通 T 就是感觉有点宅宅会穿，然后就是有点幼稚的感觉。真的假的？那我们的威廉，他穿着你可以接受吗？好像不太行。啊，真的假的？潮牌出的，然后另外一个，哪一个？日本。他的汤姆猫是可以接受的吗？我也觉得还可以。我们今天要问，就是说男生 NG 穿搭，就曾经问过女生，他们觉得这七种呢是有点女生没办法接受的。对，那你自己觉得哪一个是你其实可以接受的？可以问男生吗？嗯，我觉得卡通 T 很赞。哦，为什么？就很多那种，就是可能喜欢动漫那种，会穿什么火影忍者啊，或是可能一些比较可爱型的卡通。你说 Uniqlo 联名款那一种的，那时候我也觉得很棒。啊，有些女生其实也会看动漫嘛。对，确实蛮好看的。那如果我拉身上这个，这样可以吗？我觉得赞啊，赞、哦！真的、啊，哎、欸，这好像只有男生才懂，因为刚刚女生一直说，我觉得不行。真的、哦？对，我不能接受紧身牛仔裤，哎，真的吗？完全不能接受、欸，为什么？我觉得这可以讲吗？会不会讲啊？你讲一讲。上马赛克。好好好，现在上，现在上。八加九会穿。哦，刚说的。对。前面已经有人说过了。对，女生说的。但是真的就他们都会穿那种，其实其他都还好，还有超短裤。哦，你这样觉为什么？腿有点粗。哦，不是腿粗才好吗？因为大部分人都说因为腿太细，穿这个超不好看。没有，我觉得腿粗穿这个超级丑，你像在包那种叉烧一样。但是你的腿粗是有肌肉线条还是胖胖的那种？胖胖的那种啊，肌肉线条可以，肌肉线条可以啊。问一下，这些 NG 的穿搭，你觉得哪些是你要反驳的？说男生其实也会这样穿。嗯，他刚刚讲到你是会穿吗？我会穿啊。嗯，那你觉得为什么不喜欢？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其实还在你的脸跟身材。你是吧？如果今天是田舅给我穿棉裤、哦，你会说他什么吗？不会吗？真的，卡通 T 呢？可以啊，卡通机可以啊。我觉得如果是有点设计感，哦，那个，来，我确实可以啊，这个蛮好看的，这可以，还算可以，可以啊。你知道女生一直不好评，但男生都说可以呀、啊，他还是很赞这样。那你可以接受男生穿 polo 衫吗？可以耶，可以。我觉得这样有点就是很挺的感觉，啊，好像有个正式感那种。可是有些人说穿起来会像长辈。阿公一样、看人啦，哦，又是看人，所以以上的穿搭其实都是看人哎、欸，对不对？好，对。